我玩射击者亚瑟是有道理的呀，我又不是用不了，我自己大号都在用，我又不是在恶心人。我自己峡谷大号都在用射击者，打小号就不能出了是吧？不合理呀，吓人！岩雀入外界机的野区吗？我有点慌啊。厉害呀，岩雀入外界也行，我人晕了。岩雀能入外界的野区的，还把外界机给杀了，厉害厉害！这就是玩岩雀的吗？玩岩雀的真的很厉害哦。软糖加甜，这个 ID 这个英雄只能说对味儿的。我只能说是对味儿的，这个 ID 跟英雄选的。我也感觉没道理，但是我们就是做到了。我也感觉挺没道理的。哇，他玩的是岩雀吗？岩雀前期可以这样玩吗？对面是挖掘机啊。因为是挖掘机，他前期可以这么玩的。是啊，关键我没想到二 v 二能打赢啊，二 v 二打赢有点太扯了。这是我第一次见岩雀入挖掘机的野区。段位压制的属于是。混沌并不可耻。前期他抬了挖掘机一个闪，挖掘机炸了。这就是抓中的下场，抓中被反蹲的下场，还有岩雀来反蹲呢。
啊！我都给他练表情了，他还不走。我给他练表情了，还要来等我。你到底多想帮这个钱呢？你来跟我说一下。刷新一下就好了，卡的话刷新一下，或者换个线路，换个线路就可以了。我耳机真的好想抓我呀！皮卡莎无所谓的耶，哇，原来是有理解的，差一下这么痛。出盾海妖盾弓，然后破败冰拳，就这两套，要么出破败冰拳打那种物理刺客什么的，要么就说直接出海妖盾弓就可以了，海妖盾弓无尽或者海妖盾弓狂风，不太建议出狂风，就海妖盾弓无尽吧，海妖盾弓无尽是最平滑的出装的，是现在最平滑的出装。没有别的选择了，别的更垃圾，不然的话就出破败加盾弓比较轻松。我操，我操，我怎么救岩雀把我自己救死了，还不是不来呢。破败冰拳不用带不灭，还是要带那个。还是要带那个什么，那个叫啥来着，还是要带致命节奏的。不灭之后没用，没伤害了，也叠不了多少血。太不灭不太好用哎，也能带吧，带着玩呗，反正想上分干嘛的还是带致命节奏吧，想好好玩的话，致命节奏前期还是太厉害了，不带很吃亏。很显然啊，只有破溃之物才能自由。
还好给他挡住了。还好挡住喽。没有混沌，宇宙毫无意义。我恨你，挖掘机，这么双杀的，我操！没双风出来，感觉双风出来也能换一个。好急好急，因为西兰刀便宜，2900，我买它就是因为它便宜。挖掘机跟钱了都好着急啊，急得不行啊。团结一致的同义词是服从命令。短剑不出东西，短剑卖了呀，短剑什么都不出。放开。
无尽之后嘛，无尽之后说大穿甲弓，把短剑卖了，然后说大穿甲弓，最后一剑出春哥，春哥掉了出银血，银血或者蓝切，随便挑一个。我亚雷怎么只漏炮车呀？秩序的行者，这还没无尽呢，无尽伤害更高。打千娜这种就应该两刀把他砍死，不然的话就会被他活活的玩弄。没办法，被控了，不然的话两刀。你的言辞空洞，打爆发高的出半肉，齐亚娜不一样啊，齐亚娜她不是男刀啊，齐亚娜的话你出肉会被她玩弄的耶，你会变成她的玩具，就像这个万豪一样，你就变成她的玩具了，你不是男刀啊，你是男刀的话可以，男刀确实是出半肉。现在跟别的爆发刺客不一样，他玩你。他恶心的点在于他是玩你的。我操，火男好恶心啊！齐亚娜也就砍了我两刀，看到了吧？我没失误啊，我没有攻速哎，我就只能这样操作了。我能 A 两刀已经不错了，没有攻速。杀卡莎就三刀，反正就死了，也没多 A 一下。主要是被火男给恶心了，火男给我恶心到了。
那个减速实在走不动路。晋级赛就输，现在哪来的晋级赛？现在不是没有晋级赛的吗？哪来的晋级赛？等于把晋级赛给我带，看吧，看我什么时候开吧，不着急。看好了，等会儿这个钱呢，我就闪现给他两刀，生命的意义，两刀给他剁了。接不了，他 W。 接不了啊，怎么接？来个击飞，来个击飞，来个击飞，让我接个蛋。刚才没开到大招，来个大招，哇，这么帅，带电是吧？钱娜呢？来来来，帮我再来。装什么啊？装什么啊，小子？一血不是下一步。装什么啊，小子？怎么样？这 ADC 是不是一刀就死，两刀就死了？刚才 ADC 甚至还有一个金身，有45点护甲，两刀就死了。好玩吧，
现在370的攻击力。好啊，满只要有伤害，两刀就死。